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RJ。 咁话说咧，寻日就行街就见到呢一只造型《王鼎上决战三》嘅《狐火锦卫门》啊，就减价，减到港币50蚊，咁我觉得几抵啦。咁我就买咗嚟玩啦，唉，买咗嚟收藏啊，见佢咁平。同埋咧，呢段片除咗会开箱呢一只狐火锦卫门之外咧，亦都会少少分享我一啲嚟台湾，因为我系香港人啊，所以前几日就嚟咗台湾就旅行呢、这个大学考察团。咁因为台湾平均嘅物价都比香港低啦，咁所以咧我就喺台湾大量数，都唔系大量嘅，少少数货啦，就买咗好多。台灣買了很多跟海賊有關的相關產品啦，咁事不宜遲，我哋嚟個開箱先。咁呢就係香港買的啦，所以就香港正紙嘅。大致上就是咁样啦。
咧去行街就唔止见到50蚊嘅感慨门，仲见到呢一个美国队长盾牌嘅叉电器，系啦。咁我见几靓，身为一个荷里活电影迷咧，咁就好忍唔住就买咗啦。咁呢个唔多讲啦，冇乜特别叉电嘅。好啦，到台湾嘅战利品，第一样草帽，因为咧呢顶嘢都系比香港平好多嘅，咁所以就忍唔住买咗啦。冇错，然后到呢个就系路飞嘅保温杯，冇错啦。总之以下嘅嘢都系因为平香港好多，所以我就买咗佢啦。好，下一样一番相。日本空運，咁大家可以見到日版政治啦，裸啊！一番相 F 相嘅裸茶杯，咁拆出嚟係咁樣嘅。呢度講有裸喺近排嗰幾話漫畫入面講嘅 ，D 會再掀起風雲啊！嘅一个句子啦，仲有罗嘅样，咁可以见到上色又好靓，佢个涂装唔错啦。然后后面就有明哥咁奸诈嘅样，哇！睇下几时俾路飞秒低啦。咁杯底啦，就见到罗海贼团、红心海贼团嘅标志啦。咁 Made in China 唔知做乜春。就是路飞三刀和南美的书签，我记得因为靓又便宜，所以又买了。那是在台湾的全家便利店买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来的，因为香港没有全家，所以就台湾很普遍，就不多说了。然后就是这本，不知为什么香港找不到，而在台湾又被我这么巧看到，所以就买了。然后到这样 Batman 的锁匙扣，因为这个要送给人的，就不拆开它了。然后是这个海报两张，是啦，两张一盒的，这个是。咁呢个就系喺逢甲嘅某一间漫画铺度买嘅，咁又系因为平所以买啦。咁今集都用咗好耐时间，因为只感慨满好难装，好系啦。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临尾补多句先。咁咧，我觉得台湾嘅人咧就好友善啦。咁哦好。我想嚟台灣好耐噶啦，咁前幾日就咁啱學校有機會就俾我去嚟到大家所住嘅地方嚟參觀你哋嘅大學。咁台灣人好友善，而且服務態度亦都好好啦。咁我諗我都會考慮嚟。嚟台灣讀大學嘅，咁所以到時多多關照啦。好，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大家如果中意條片，可以 like 我呢條片或者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好，咁係咁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